龙福宫的时候啊，你看没有什么人。哦，我塞那一盒，当然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压轴的话应该就是周杰伦呢。耶，我们终于到凯旋门了，好不容易啊。The next day。在巴黎，不到十点的话哦，是算很早很早早。如果我们在英国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这边十点，全部店都还没有开呀、啊，所以要迟一点出来。你们来巴黎的时候，记得迟一点才出来。咖啡是早餐，所以价钱的话呢，咖啡5欧，然后果酱应该是2块5元，价钱算略贵啊，但是面对巴黎的环境其实还不错呀。那就先开动啦，拜拜。在法国 Notre Dame 就在你的身后了，这边我们一经过这些靠近小桥到下面，我就发现到这一幕很熟。我很喜欢看 Tom Cruise 的电影哦， Mission Impossible 6里面 White Widow 呢强吻他的地方就 exactly 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可以从那个角度看过来的时候，他就正好拍到 Notre Dame， 然后呢是给到另一边。现在下不去了啊，现在我们在装饰。来到 Notre Dame 的话呢，你会看到的是之前的块板在讲述更要求给那个大火的时候，把中间整个木根顶1300年前的整个就塌掉了。所以呢，现在剩下的那个来所有歌德之间都会有个塔去顶着那个，可以看到那边的那个。所以呢，因为他们怕屋顶建好的话，那个阿什肯就会塌下来，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个屋上去缩进，让整个欧洲附近巴黎的那个屋子来去做这个东西来顶着那个支撑它，以防那个那些阿什肯的。呀，现在看到这个，而且我其实2017年来巴黎看，当时两年来看就等于几乎我要出不少的了。现在出去了，反正他们据说2024年会办这个奥运会，所以呢，他们要赶在2024年之前把 Notre Dame 给修好。啊，我觉得看起来是不容易啊，这个隔着时间住他们以前建的时候搞不好快半年，所以现在要建用4年的时间，应该不太可能。塞奈河，所以塞奈河除了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艺术家都在这边出生啊，梵高算了，他在这边生活过。对。然后塞奈河当然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亚洲的话呢就是周杰伦，他在这里拍过 MV。对，有好几首歌都在这边拍 MV 啊，为什么会在这边拍 MV 呢？其实我觉得周杰伦就是我们学钢琴的小朋友都是的一个经典人物啊，因为你要听他那个听妈妈的话，那边就讲到小时候妈妈逼你学钢琴，然后长大过去，所以我也是小学钢琴的小朋友啦。然后诶，这周杰伦是个最成功的例子哦，学钢琴然后又音乐成功的一个人，所以他也很喜欢欧洲啊。其实学钢琴的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欧洲，因为音乐之乡啊。钢琴是从意大利出现的，然后过后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意大利你的这个琴谱上面的文字都是意大利文啊， Piano 小声 Forte 也是意大利文，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周杰伦喜欢欧洲呢？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音乐嘛。然后这个是维也纳来的，这个是我在维也纳买的，
那个是好几年前。这个是我们在英国Paddington 买的，我就在Paddington 在英国伦敦的淘宝对象，然后反正是Paddington呗，就慢慢走吧，耶，真要来就一定要来这边。如果你们可以拿来来一杯啤酒啊，当下酒菜，那个东西还真的不错哎。大也小也是大的，来当下酒菜真的是非常过瘾。最不顶的是，然后可以拿一点它的酱配起来。嗯真是的，我很安静，手不会。嗯，那 onion sauce 是有点像黑胡椒酱的那个牛排的感觉，嗯，很浓，这样非常浓啊，看到错不错 ，interesting。很有趣，略咸，我觉得是可以来体验一下的。所以他现在这个欧文口袋已经松下了吧，是 OK 啊，这个价钱其实真没有得行啊。那我来 try 一下。那个欧文口啊，环境啊，价钱我觉得还是值得来的，把比较像牛排，比较便宜，比较便宜。吃看了，嗯，吃看了之后才有吃的脆的，而且这个米兰莫甜，太好吃，都不要了。有点焦糖甜不腻的感觉，嗯，这个是冷的，嗯，比较常吃冷的东西，这个 OK， 这个 OK，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甜。Hello， 我现在在塞纳河，然后我后面那条桥呢，它是以前接龙之龙的桥来的，然后也是爱情桥，然后我们很幸运的是刚好我们遇到下面有人在拍戏耶，我不知道是谁在拍戏啊，可是我就刚好是在拍戏，然后我也是要下去拍戏啊，拜拜。哈哈，你不是开玩笑吧？所以现在我们到 Pondy Arts， 然后这个地方呢，以前本来如果你来这边，你会靠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爱情锁，然后那爱情锁锁到整条桥都是。为什么呢？这条桥其实又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哎，这个正好是在 Notre Dame 再下来这边分叉成两个河分叉成一起，然后在后面那边是罗浮宫，所以反正你只要是来到法国巴黎的话，那你十之八九都会经过这个地方。爱情锁，爱情田，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拍婚纱照，因为传说中的爱情锁啊。我们要去罗浮宫，结果他们应该在消防车在演习，所以不能进去罗浮宫。那我们就换行程吧，我们现在去他们的那个 outlet 去 shopping， 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Let's go。巴黎啊，最好吃的甜点就是拉杜瑞。拉杜瑞以前应该是只有在香榭丽大道才有，所以现在奥乐就有啦。直接来见识啊，香榭丽大道了，哦，你排队排死你啊！所以来见识好。谢谢你 ，Merci。外面是马卡龙，就是很咸一些，它那个皮会很硬啊。
可是它的那个外面层钢的是钢皮，其实是很薄很薄的，然后加上里面又有层那个 lemon 的那个酱。This is something 你一定要知道，它这个来巴黎就一定要吃。这个只有这一间公司拉丁利的，你不要去吃其他的，就是这一间的。呀，它是最好的，八多年做到现在，对不对？哎呀，买到了一件 Tommy Hilfiger 的冬衣，帅哦！帅哦！看到，看到，远远就看到我了。耶，红色，红色。因为我们要去，我们下个星期去雪山。就是在白白色的，然后穿着一个这样肤色的衣，哎，真的好好看啊！一百了，多少钱啊？大概六七百块吧。The next morning.你要跑上去又跑上来，而坐巴士的话，如果你坐727巴士呢，你就直接沿着塞纳河加过来，而且你可以看到一路的美景，可以看到巴黎铁塔啦，然后巴黎圣母院啦，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昨天我在这个伊苏桥上，然后呢，白浪可以直接从这里出去了。Let's go。卢浮宫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早上的时候来，而且早上的阳光也比较 OK 啦。然后早上，我们现在是在早上9点钟，你可以看没有什么人。我觉得 Audio Guide 蛮厉害的，他会直接知道你在哪里，而且我在蒙娜丽莎这边听他解释。来到罗浮宫，第一件事情马上先冲进去看你的这个蒙娜丽莎先，不然前有追兵后有白蛇，你就会被挤在这边，你要拍也拍不到。今天是我们最早的第一刻就冲，所以你就可以先看到。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东西是，你不管走到哪个角度他都看着，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神秘，就是这么神秘。所以让我们来好好欣赏吧。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所以如果你来看胜利女神的时候，记得来看她右手边的手，你看到这是她的手，是过后才找到，而且其实只剩下一个手腕，所以也没有办法弄上去。但可以想象到她的肩膀是很向上，所以据说是可能是迎来胜利的意思。胜利耶。刚刚看有那么多雕刻，为什么他们的那些男生会去记他们的像，是有原因的？没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原因为什么鸡鸡一定要小呢？因为呢，在古罗马时候，鸡鸡如果大的话呢，就代表丑。因为你的欲望会，他意思说你的对的性欲很强，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全部的雕刻都是雕的比较小，鸡鸡是有原因的。就是、原因那为什么有些雕刻的鸡鸡没砍掉的呢？鸡鸡砍掉了，结果变成有一个鸡鸡被砍掉了，鸡鸡又被剪掉了。这个有两个原因啊。据说第一个是因为古罗马那个地方很多会有地震，所以地震的时候可能你的鸡鸡就凉了。然后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主要是因为 Christianity 当时古罗马的教宗 Christian 呢，觉得有这个鸡鸡这件事情有点太过色情，就好像现在马来西亚的回教之类也会非常接什么，也会有这种很封建的一些思考啦，所以当时也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 Christianity 的问题，所以就讲它，就讲它。所以是讲他看了就会有欲望，然后过了所以就很简单嘛，所以这是个尴尬的地方。我们继续欣赏吧。Let's go。
听说他的那个鸭腿很好吃，等下我去治疗再给你们知道好不好吃吧。Let's go。所以网红餐厅果然是要等啊，所以里面爆满，据说要等20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在德国才4点嘛，就是需要等30分钟比较快。张九。